我们有没有进，有进哪一个是进，先投有没有赢，哪一个是赢，我们是这样子投下去。然后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过了第一轮之后，我们可以到这一个阶段，大家讨论一下啊、we are very open， 待会我们也可以投票决定用什么方法。我其实不知道哪一个方法比较浪费时间，你们自己想啊，好自为之。我希望就是今天一定把所有的结果都弄出来。可是我有一个问题问大会的，因为我们这一些 category 呢是零七。